这个要接到这里还是吃的？随便吃啊！你要吃饭吗？啊，快点哦！下次不带你去玩了，礼拜六再带你去玩。你要不要去玩？金国成，你要吃东西啊，不然不可以来哦。我就说来这里是废了啦，因为都没有人在吃啊，都只是拍照，都只是很会演戏、啊。拍照，你要不要吃？拍了没？没有吃啊。We'll be right back.